乔治商职的学生正努力地帮长辈们按摩，这里按按，那里捏捏，长辈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这是信义区嘉信里的元宵节活动，也是新任里长郑志耀上任后的第一场活动，把小小的里办挤得水泄不通。他很热心，服务很好。那个新里长，他那个夫妻都不错了。谢谢。嘉信里长郑志耀紧握每一双里民的手，感谢他们前来参与活动，也有多位市议员亲自来到现场鼓励支持，希望在里长的用心服务之下，能为嘉信里带来新愿景、新气象。那我是一个年轻的里长，所以自然想要把年轻活力创意带到社区里面，所以我会尽我所能，尽量的都在每个月安排一次的活动，不仅让里民之间都能促进联谊，也能让我们的长者都能有不同的这个活动来多多走出户外。嘉信里的元宵节活动除了灯笼汤圆不能少，现场还有许多美食让大家饱餐一顿。另外里长还特别安排独树一格的美甲光疗服务，同样吸引不少女性里民光顾。嘉信里元宵活动温馨热闹，让里民共度愉快的周末时光。凯播到台北数位新闻曹登华采访报道。